中韩之战，双方一开始都派出了当家投手应战，中华队是庄胜雄，韩国队是宣同烈，双方在前四局都没有得分。第五局上半，中华队一开始林奕增击出了一支全垒打，得到一分。五局下半，韩国队也击出一支全垒打，双方以1-1战成平手。七局下半，中华队因为捕手一次选择上的失误，让韩国队又得一分。后两局中华队反攻无效，中场中华队以1-2落败。中华队将在星期四下午出战菲律宾队。中韩之战对中华队明年是否能够进军奥运关系重大，两队一开始都显得有些紧张。中华队派出刘秋农担任投手，韩国队派出了当家王牌投手宣同烈。中华队在三局上半得到一分，四局下半，中华队投手刘秋农在被连判了6个坏球之后，换上了郭泰元主投，又被连判了8个坏球，韩国队再靠一支安打连得两分，以2-1领先。中华队在九局上半，吴富连以一支及时扭转乾坤的二垒安打返回一城，以2-2追成平手。韩国队在九局下半没有得分，延长到第11局上半局，中华队满垒以打带跑战术强迫取分，造成3-2领先。11局下半，郭泰元以一个再见三振结束了这场比赛，中华队以3-2获胜，和日本韩国并列冠军。这是我国第一次获得亚洲杯棒球比赛的冠军。在中华队休息半个小时之后，中华队再度出战日本队，以争夺参加明年奥运表演赛的资格。短短的半个小时休息之后，中华队立刻又出战日本队。中华队的当家投手郭泰元继续挂帅主投，日本队也排出了最佳阵容。严阵以待的中日两队从第一局开始就陷入焦灼的僵局，比数一直是0-0。后攻的中华队在三局下半、四局下半和五局下半都曾经有相当不错的得分机会，可惜没有能够好好把握。一直到九局下半，中华队强打者赵世强第一个上场打击，第一棒挥出，正是一棒定江山的再见全垒打，终于以1-0战胜日本队，赢得了参加明年奥运会表演赛的资格。接着中华城邦代表队的全体职队员，他们带着胜利的果实和成功的微笑，排列整齐在总统府前欢呼，他们的声音响彻云霄。然后他们又到中正纪念堂行礼致敬，在庄严肃穆的中正堂前面，他们行3鞠躬礼，然后在先总统蒋公的铜像前面合影留念。接着中华全国棒协理事长严孝章主持了凯旋归来的记者会，他们分别报告了这次比赛的心得。中华队能够在最后击败日本和韩国，完全是斗志和信心的关系。然后教育部朱部长并且主持了颁奖仪式，在这个仪式当中，中华全国体协理事长郑维元颁发2等2级和2等3级的体协奖章，然后严理事长颁发国手当选证书给中华队员。另外，中华民国奥委会、救国团跟中央社工会等单位也都致赠奖品。颁奖之后，朱部长接受了记者的访问。如果我们提倡一个运动啊，最重要还是社会上面，大家对这个运动的喜爱和支持。任何一个运动啊，如果仅仅是从学校里去做，而得不到家长、得不到社会人士的这个支持的话，他们会有高潮有低潮。你现在我们少棒还要继续的努力，所以我也希望学校、家长和社会人士大家继续的给这个运动的支持。